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二战跌宕史：人类群星闪耀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火焰与冰雪——芬兰冬季战争的生存奇迹；二、幽灵部队——诺曼底登陆前的七敌大作战；三、天空之泪——德累斯顿轰炸的悲剧与反思。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火焰与冰雪：芬兰冬季战争的生存奇迹》。 在探索历史的深邃走廊时，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故事，他们不仅展示了人类的坚韧不拔，还带有一丝幽默感，让我们在敬畏中也能会心一笑。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回到一九三九年的冬天，探讨一个关于火焰与冰雪的故事——芬兰冬季战争的生存奇迹。首先，让我们设定一下背景，想象一下你是芬兰人，你的国家面积只有苏联的百分之一，人口更是苏联的一五十。突然有一天， 苏联决定他们需要更多的空间来滑雪，好吧，可能不仅仅是为了滑雪。于是他们决定向你的国家发动进攻，这就是冬季战争的开端。现在你可能会想，这场战争的结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对吧？错，芬兰人用他们的智慧、勇气和一点点疯狂，书写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首先，我们有摩洛哥的幽灵司马懿，哈呀哈。 这位芬兰狙击手在冬季战争中取得了五百零五次确认击杀，成为历史上最致命的狙击手。他的秘诀，他在零下二十到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中，只穿着一件白色的滑雪服，几乎与雪地融为一体。他的存在让苏联士兵提心吊胆，因为他们知道，在白雪皑皑的芬兰，死神随时可能从任何一个雪堆中突然出现。然后我们有莫洛托夫鸡尾酒，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某种俄罗斯酒吧的特色饮品，但实际上。 它是芬兰人发明的一种简易但极其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当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宣称苏联只是在空投食物给芬兰人时，芬兰人以幽默回应，称那些炸弹为莫洛托夫面包篮。作为回应，他们发明了莫洛托夫鸡尾酒来为苏联坦克司机热身。这种由易燃液体组成的简易燃烧瓶，在芬兰人手中成为了一种令苏联坦克闻风丧胆的武器。最后，我们不能不提芬兰人的冬季战术。 在苏联红军沉重的装备和笨重的战术面前，芬兰人利用他们对本土的深刻了解以及滑雪和伏击战的高超技巧，让苏联人如入无人之境。芬兰军队就像冬日里的幽灵，时而出现在这里，时而消失在那里，让苏联红军疲于奔命。虽然最终芬兰不得不割让部分领土，但他们的英勇抵抗不仅保住了国家的独立，还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冬季战争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小国如何在火焰与冰雪中书写生存奇迹的传奇。它教会我们，即使在最黑暗、最寒冷的时刻，勇气、智慧和一点幽默感都能成为我们最强大的武器。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幽灵部队诺曼底登陆前的七敌大作战。在二战的历史长河中，有这么一支部队，他们没有实际参与过任何一场战斗，却成功的让德军指挥官们夜不能寐。 这就是传说中的幽灵部队 （Ghost Army），或者更学术一点称之为“七敌大作战部队”。这支部队的存在简直就是军事策略版的现代艺术。他们的主要武器不是枪炮，而是画笔、录音机和一大堆看起来很吓人，但实际上只能吓吓人的假坦克和假飞机。想象一下，一群艺术家、设计师和声音工程师，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兵，成为了这场心理战的主角。在诺曼底登陆 （D-Day） 这一历史性的日子到来之前。 幽灵部队的任务就是要让德军相信盟军的主攻方向不是诺曼底，而是其他地方。他们利用假军队、假无线电通信，甚至假的空降行动，营造出一种假象，让德军分散兵力，从而减轻了真正登陆地点的防守压力。其中最有趣的一次行动，可能就是他们用一些看起来非常逼真的橡胶坦克和木质飞机，布置在英国南部，模仿一个即将出击的大军。这些装备轻到几个人就能抬起来移动。 但从远处或者从空中看，却和真的没什么两样。德国侦察机拍下的照片让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信以为真，以为发现了盟军的大规模集结。幽灵部队还精心制作了各种背景噪音，包括坦克移动、建筑施工，甚至士兵闲聊的声音，通过巨大的扬声器在前线播放，进一步加深了德军的错觉。这场战斗中，幽灵部队的成员们展现了非凡的创造力和勇气，他们用艺术欺骗了敌人。 为盟军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他们是二战中最不像士兵的士兵，却执行了一项最像士兵的任务。幽灵部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欺骗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创造力、智慧和勇气的故事。他们用非传统的方法完成了一项传统的任务，保护同胞，击败敌人。这或许是二战中最具有戏剧性，也最值得被记住的一幕。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天空之泪》。 德累斯顿轰炸的悲剧与反思，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事件就像是天空突然落下的泪滴，既令人震惊又引人深思。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一段历史——德累斯顿的轰炸。这是一场让天空都为之哭泣的悲剧。首先，我们得设定一下背景，想象一下二战末期的欧洲，一个名为德累斯顿的德国城市，以其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和建筑美誉远扬，这里有被誉为欧洲的佛罗伦萨的美誉。 艺术和历史的宝藏比比皆是，然而，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这一切都在盟军的轰炸下化为乌有。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如果这种话题下可以的话，想象一下，如果那时候的德累斯顿是个人，他大概会想：我只是在这里享受我的文艺复兴时光，怎么就突然成了靶子了呢？是的，德累斯顿的轰炸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它并不是二战中最显眼的军事目标，但是。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惊喜，或者说惊吓。在那三天里，超过三千九百吨的炸弹被投下，将这座美丽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据估计，有两万五千人在这场轰炸中丧生，很多是平民。这场轰炸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反思。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必要的军事行动，旨在削弱德国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是对文化遗产的无谓破坏，是对平民的不必要杀戮。 如果德累斯顿的轰炸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他的泪水就是对人类历史的一次深刻反思。他提醒我们，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还有文化和人道上的。他敦促我们思考，如何在冲突中保护无辜，如何平衡战略目标与人道主义的需求。最后，如果德累斯顿能够对我们说话，他可能会告诉我们：记住我的故事，不是为了悲伤，而是为了未来能有更多的智慧和同情。在这个故事中。 天空之泪不仅仅是悲伤的象征，也是希望和反思的源泉。所以，下次当你抬头仰望星空，也许可以想一想，那些星星背后隐藏着多少未被讲述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反思、去学习。亲爱的观众们，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今天，我带你们一起回顾了三个关于历史的故事：芬兰冬季战争的生存奇迹、幽灵部队的七敌大作战，以及德累斯顿轰炸的悲剧与反思。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载，更是关于人类的智慧、勇气和创造力的展示。在芬兰冬季战争中，芬兰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一点点疯狂，战胜了苏联的强大力量；而幽灵部队则用他们的艺术和创造力，成功地欺骗了德军指挥官们。德累斯顿的轰炸让我们深思战争的代价和人道主义的重要性。这些故事教会了我们。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勇气、智慧和一点点幽默感都能成为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他们也提醒我们，历史是我们学习和反思的源泉，让我们更加智慧、同情、和平。那么，亲爱的观众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疑问呢？让我们一起参与讨论，分享我们的思考和见解。在这个充满智慧和幽默的世界中，让我们一起成长。 学习进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